六创意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网址www.healthshop.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几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几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今次这个疗剂呢叫做月圆、那个拉丁名是 Pyrogenium、这个月圆即是月的来源。月圆这个疗剂的主要那个用途呢就是败血症 septicemia 败血症，即是血中毒的意思。这个疗剂呢怎样做出来的呢，它是用一些牛肉切碎的牛肉在挤水里，跟着呢在阳光之下呢是暴晒它两三个礼拜，咁直至到咧佢出现啲脓啦，同埋好多啲腐烂嗰啲物质咧出现咗啦，咁你就将呢个嘅水咧就系拎个出嚟咧，将佢稀释充能啦，我叫 potentize 佢啦，咁就成为呢一个嘅疗剂。咁呢个疗剂当然咧系主要系用喺一啲败血症嗰啲毛病嘅，譬如有时候我哋出现一啲毒性嘅感冒啦，即系严重啲嘅毒性感冒啦，peritonitis 咧系腹膜炎啦，同埋咧任何嘅情况，当我哋身体嘅内部那个器官咧化脓啦，系流出嘅脓液落个血里边啦，或者落我哋嘅身体那个体腔里边咧，咁你都会出现多种的败血症的症状的。咁有时候呢败血症会出现在手术后啦。咁通常那个症状呢，败血症的症状呢就是高烧啦。可能仲有那些神昏煎雨啦，个人迷迷惘惘啦。同埋呢是严重的肌肉痛的。咁但主要的症状呢，这个 pyrogen 这个热源的症状呢，就是那张床呢是感觉张床太过硬，即是你睡极都很不舒服，很硬的时候。咁遇到这些这样的
嗰个毒性嘅感冒啦。咁我除咗嗰个乙烷呢个疗剂咧，我哋都会谂到砷啦、阿仙尼琴啦、马钱子啦咁样。因为呢啲疗剂咧都有呢个症状咧，嗰张床咧好似太硬啊，好似周身俾人打咗一轮咧就冤冤雨雨。咁当然啦，阿尼卡嗰个三金车咧亦都有呢个同样嘅症状嘅。好啦，咁乙烷咧。亦都可以用喺一啲嗰、那个卵巢嘅脓肿啦，或者嗰、那个嗰、那个盲肠咧系破嗰、那个破裂咗啦，穿咗嘅盲肠啦咁样。咁亦都有啲人咧曾经咧系企图咧用喺将胎死腹中嘅胎儿咧。是将它是排出来的。咁即是通常都是啦，如果你那个婴儿呢是出现了胎死腹中排不出来呢，它可能都会腐臭腐烂的。咁就出现这个的败血症这个症状啦。咁当然除了这个疗剂败血症的应用呢，我另外一个疗剂呢叫做 Sekali。Sekali 就黑墨。咁这个亦都可以用在这个的情况，即是帮助呢将那些嗰、那个胎死嘅胎盘咧，系将佢咧系推走出嚟嘅。咁头先所讲嗰啲症状咧，当然咧都系一啲紧急嘅情况啦，出现嗰个败血嘅症状。咁仲有一个情况可以用到咧，就系俾嗰啲动物咬伤啊。咁有阵时候咧，我哋有时不小心在我们解剖的时候呢，有些情况这些不小心呢，在做那个验尸的时候呢，就可能割伤了自己啊，咁怕你感染啦。咁这种情况之后呢，我们都是可以考虑用这个的疗剂的。咁有时我遇到被蛇咬亲，咁我哋諗到呢就 Lidum 嗰个疗剂呢，同埋嗰个 Hypericum 啦，金丝桃啦，呢个疗剂呢当然可以局部帮得到佢嘅。但如果当佢即係已经太迟啦，已经出现败血个情况呢，咁当然呢我就要諗呢、这个嗰个疫源，当你个烧开始高嘅时候。咁亦都有阵时候出现呢，係嗰个大肠啊、直肠嘅溃疡啦，咁出现有血啊、有脓啦，嗰、那个粪便里面啦，咁或者呢我哋嘅可能嗰啲大嘅疮疥出现咗啦，咁会有发烧啦，嗰、那个尖寒尖冻啦，同埋呢个人呢喺张床嗰度呢好不安，喐嚟喐去啦。咁当然呢我哋都可以先试嗰、那个新阿仙尼琴啦，同埋另外一隻Bactisia， 呢幾啲呢都係經常係用喺呢類嘅情況嘅。咁但係呢，如果你真係遇到啲高燒係因為敗血出現呢，咁乙烷呢個療劑呢就係非用不可㗎啦。OK， 咁雖然呢我哋話呢乙烷呢個名下顧名思義呢，這個通常呢就係、是、會出現高燒啦咁樣。咁但記住呢，乙烷嘅高燒嘅應用呢通常呢係出現喺嗰啲囊腫啊、脓啊、嗰啲組織嘅腐化腐爛啊咁樣。呢種情況呢我哋嘅感染呢就要考慮呢乙烷呢個療劑啦。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系25773798或者2882448。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系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